此处山清水秀，胜似吕梁龙门。百亩河池为这酷热的夏末捎来一袭凉风，新鲜的莲子脆爽微甜，轻轻剥开外衣，有一股香沁人心脾。中间嫩腻的莲心，许多人因为苦而弃之不用，其实经过阳光的洗礼，它便能摇身一变成为一种沁热解暑的绝妙佳名。提前泡发的银耳炖至软烂，再加入百合、莲子、红枣、枸杞、樱桃，一碗白嫩可人的银耳莲子羹就做好了。一壶清茶，一碗甜羹，于空谷幽深中听蝉鸣细见，就这样偷偷抓住夏天的尾巴。